终于返程了。哎，小子，邓太阿的飞剑再让我瞧瞧。青鸟，帮我打开。您也会使这剑阵？剑道出行时千万条路，到终了又好似殊途同归，可这只是假象。小子，没有殊途同归，这邓太阿的飞剑与老夫的御剑瞧着相似，实则天差地别，这其中的道理不好说，越说越错，你自己领悟。好活，当赏。